脉血肿结、误脏平脉割、复位心肺、沉为肾肝、脾胃中周、浮沉之间、心脉之浮、浮大而散、肺脉之浮、浮色而短、肝脉之沉、沉而弦长、肾脉之沉、沉实而濡。脾胃属土，脉力和缓，命位相火，左侧同断，春弦向红，秋毛冬实，四季和缓，是胃平脉。太过实强，病生于外；不及其微，病生于内。春得秋脉，死在今日，五脏准死，推之不施。四是百病，胃气为本，脉贵有神，不可不审。一、浮脉，脉之浮位，轻取即得，重按稍减，但不空虚。主病湿，浮脉为阳表病聚，时风数月久寒聚，浮而有力多风热，无力而浮是血虚，寸浮头痛眩生风，或有风瘫聚在胸，关上吐刷间目望，齿中搜便不流通。浮脉主表，有力表实，无力表虚，浮持中风，浮数风热，浮紧风寒，浮缓风湿，浮虚伤暑，浮抠是血，浮红虚热，浮散劳疾。二、沉脉，脉位在下，重按使得，轻取不应。主病湿，沉前水是阴经病，数热持寒滑有痰，无力而沉湿与气，沉而有力及病寒，寸沉痰遇水停胸，关主重寒痛不通，齿不着宜病泄力，肾虚腰及下圆通。沉脉主理，有力理实，无力理虚，沉则为气，又主水虚，沉迟固冷，沉数内热，沉滑痰实，沉色气郁，沉弱寒热，沉缓寒湿，沉紧冷痛。三、持脉，以息三治，来去轻慢。主病湿，持四脏病或多痰，沉固征假仔细看，有力而持为冷痛，持而无力定虚寒，寸持必是上焦寒，关主中寒痛不堪，齿实肾虚腰脚重，搜边不禁煞切完。持脉主脏，有力冷痛，无力虚寒，浮持表寒，沉持里寒。四、数脉，以息六治，来去较慢。主病湿，数脉为阳热克之，知将军消火来医，食宜量泻虚温补，肺病秋深却未知，寸数咽喉口舌疮，吐红咳嗽肺生阳，当管雷火并肝火，持属自阴降火汤。数脉主腑，有力血火，无力虚火，浮数表热，沉数里热，气口属实非用，数虚肺萎。五、虚脉，浮大持软，按之空虚，主病湿，脉虚生热为上暑，自汗蒸冲经既多，发热阴虚需早治，养阴益气莫蹉跎，血不容心寸口虚，关中腹胀实难舒，骨蒸胃必伤精血，却被省门两不惧。六、湿脉，坚实有力，举二皆得。主病湿，湿脉为阳火郁成，发狂沾与土平阴，或为阳毒或伤食，大便不通或气疼，寸湿迎之面热风，咽疼舌强其填胸，灯管脾热中宫满，齿湿腰强痛不通。七、大脉，行大事强，阴之满意，主病湿，大脉有力主邪盛，阳热有余病下利，阴气不足阳有余，虚劳脉大便无力。八、小脉，行小如线，阴质显然，又名细脉，主病湿，细脉以阴血气衰，主虚劳损七情关，若非湿气侵腰肾，即是伤经汗泄来，寸细阴之呕吐频，乳关腹胀微虚行，齿风定是丹田冷，泄力已经耗脱阴，脉经瘀，细为血少气衰，由此症则损，否则逆，故吐欲的沉细者生，忧劳过度者脉易细。九、长脉，首尾端直，超过三步属寻常干。主病湿，长脉条条大小匀，反常为病四千绳，若非阳毒癫痫病，即是阳明热势深，常主有余之病。深、短脉，形状短缩，不能满步。主病湿，短脉为于尺寸寻短而化属久伤神，浮为邪色沉为痞，寸主头疼齿腹疼。十一、滑脉，往来流利，入盘走珠，举二皆得。阴指圆滑，主病湿，滑脉来阳元气衰，
痰生百病，食生灾。上为吐逆下嗜血，女脉条时定有痰，寸滑各痒是呕吐，吞烦舌强或咳嗽。胆关素食肝脾热，可利推临痰尺部，滑主痰饮，浮滑风痰，沉滑食痰，滑数痰火，滑短素食。十二，侧脉往来尖涩，如雨沾沙，细直而短，指下迟钝，主定时，色源血少或伤精，反胃亡阳汗雨淋。寒湿入泥为血痹，女人非孕及无精，寸侧心虚痛的胸，胃虚胁胀潮管中，取为精血致伤后，常结搜淋或下红，色主血少精伤之病。女人有孕为胎病，无孕为败血。十三，切脉端直以长，如按倾斜，挺然待急，主定时，先凝东方肝胆经，夜寒寒热月产生，浮沉持数虚分别，大小单双有重轻，寸前头痛隔多痰，寒热蒸脚插左关，关又为寒心腹痛，始终因晒脚之挛，弦为木盛之病，浮弦之隐外溢，沉弦弦隐内通，略脉自弦，弦数多热，弦迟多寒，弦大主虚，弦细之急，阳弦头痛，阴弦腹痛，单弦引体，双弦寒固，若不施者，木来克土，必难治。十四，促脉，脉来急促，术中一指，指无规律。主定时，促脉为江火病一，其因有五系推之：气、血、痰、饮食。湿食喘咳皆痰积，或发狂斑与毒聚，促主阳盛之病。促结之因，皆有气、血、痰、饮食无者之别，亦有留滞，则脉必见止也。十五，结脉，脉来迟缓，直中一指，指无规律。主定时，皆脉皆阴气血凝，老痰结之苦沉凝，内生积聚百臃肿，上夹胃阳病属阴，结主夜盛之病。越人曰：结肾则积肾，结微则气微，浮结外有痛积，浮结内有积聚。十六，带脉，直中一指，歇止较长，良久复来，只有定数。主定时，带脉原因脏气衰，腹痛泄力下元亏，或为吐泻中宫病，女子怀胎三月息。十七，缓脉，从容和缓，一息次至。主定时，缓脉盈衰未有余，或风或湿或脾虚，上脉向强下尾闭，分别浮沉大小区，寸坏风邪向背聚，关为风穴位加虚，生门如陷或风逆，或折盘山足利日，浮缓为风，沉缓为湿，缓大风虚，缓细血闭，缓色脾虚，缓弱气虚。十八，红脉，行大麻指，来生去衰，且兼复数，轻按便得。主定时，脉供阳生血阴虚，相火炎，炎热病聚，胀满为发虚早至，阴虚泄力可抽除，寸红行火上焦炎，肺脉红时筋不堪，肝火胃虚关内察，肾虚阴火尺中看，红烛阳盛阴虚之病，泄力失血久腹者忌治。十九，微脉急细而软，似有似无，主定时，气血微息，脉易微，乌寒发热，汗淋漓，难为劳及诸虚后，欲作崩中带下衣，寸为气促或心惊，关脉为时胀满行，尺部见之精血弱，乌寒消淡痛呻吟，微浊久虚邪弱之病。阳为乌寒，阴为发热，脉绝云，最终日久为白带，露下多时骨一枯。二十，筋脉崩及弹指，状如七绳，主定时，仅为诸痛主于寒，喘咳风涎徒愣痰，浮筋表寒虚发月，仅沉温散自然安，寸颈人因七口分，当关心腹痛沉沉，始终有颈为阴冷，定是本团与善疼，诸颈为寒为痛，人饮仅剩伤于寒，气口仅剩伤于齿，齿仅痛居其腹。二十一，如脉浮细而软，轻去乃当，主定时，如来往血阴虚病，虽海丹田暗与回，汗与液来蒸入骨，血山崩道是清皮，寸如阳雷自汗多，关中其脉气虚和，齿上精血虚寒甚，温补真应可几颗，如主血虚之病，又为伤湿。二十二，若脉沉细而软，重按欲绝，主定时，
入脉，阴虚阳气衰，恶寒发热，骨筋萎，多筋毒汗，精神减，益气调营及早医。寸若阳虚定克之，光微微弱与脾衰，欲求阳性阴虚病，须把肾门两步推。若主气虚之病，重请曰的阳陷入筋，故寒发热。又云若主筋沉主骨，阳浮阴弱，血虚筋急。六世曰气虚则脉弱，寸若阳虚，尺若阴虚，关若为虚。二十三隔脉浮弦中虚，如按骨皮，主病虚。隔脉行如按骨皮，抠弦相合，脉寒虚。女人半产病崩漏，男子盈虚或梦遗。二十四劳脉沉虚有力，行打弦长，沉虚有力，静而不移，主病虚。寒则劳肩里有余，腹心寒痛不成皮，晒推蒸脚和丑也，是血阴虚却忌止，劳主寒实之病。木湿则为痛，扁鹊云软为虚，劳为实，失血者脉低沉细，犯腹带而劳者死，虚病见实脉也。二十五动脉滑疏如豆，关不显见，主病虚。动脉专司痛与惊，汗阴阳动热阴饮，或为泄力俱乱病，男子亡经，女子崩。仲景曰的动则为痛为惊，素万曰阴虚阳薄未知崩。又曰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任子也。二十六浮脉推筋者骨重按使得，主病虚。浮为霍乱吐频频，腹痛多元素失停，虚饮老痰成积聚，散寒温里莫阴循，虚欲胸中双寸浮，欲吐不吐常物，当刮腹痛或沉沉，关后煞疼还破腹。伤寒一手脉浮曰单浮，两手脉浮曰双浮，不可以阳正见阴为诊，乃裹挟内聚，不得发越，阳极似阴，故脉浮必有大汗而解。正如久旱将雨，露和阴晦，愈后树物结粗之意。又有加阴伤寒，先有浮阴在内，外腹感寒，阴盛阳衰，四脉厥逆，六脉沉浮，虚头将腹及九关元，脉乃复出也。若胎息冲阳积无脉者，必死。二十七散脉腹散无根，治数不清，主病虚。左寸丁冲，右寸汗，一饮左刮阴软散，右关软散肿，散聚两尺或阴段。二十八抠脉如捻葱管，外实中空，主病虚。寸口积血在于胸，关内封口肠胃容，尺部见之多下血，赤淋红里漏崩中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了解中医诊断学健康资讯，弘扬中医药文化，传播健康正能量，通向养生大资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